今天，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后，就该案件调查处理情况予以通报。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不承担刑事责任。那么，于海明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吗？一般逻辑推理可知，既然不构成刑事责任，当然不承担民事责任。但有没有法律依据？根据《民法总则》第181条规定，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，不承担民事责任；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，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，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。因此，本案中，现于海明构成正当防卫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，也无需承担民事责任。反之，若不构成防卫过当的，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